我先改一个日语的。百度啊、哦，行吧，我百度吧。JAJP， 一会儿我们结束了以后改个日语的听一听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日语的卡卡罗特啊！卡卡罗特。我劝你别改，待会儿又被带节奏，带啥节奏啊？这有什么好带节奏的呢？谁敢带节奏？我看谁敢带节奏？还带节奏？裤子给你扒了，还带节奏？我看谁敢带节奏？直播间没房管是吧？哎呦，我这狼人攻速有点快呀、啊！先来双皮鞋，我们不亏呀。虽然卡密人有传送，但是这个兵线吧，我们没动它，它就一定会往我们这边推啊，所以也不算太亏，算可以接受的这一方面。原本我们以前单杀他都得费很多很多的这个经验，浪费很多经验，这回还好，可以接受。杀他一把可不容易啊。吃会儿经验吧，万一会儿狼人过来了我又死了。怎么能带个致命节奏狼人呢？带个强攻狼我感觉刚才我都赢了。是不去中了，我感觉可能是去了啊。的汗，这人咋没了呢？不行，这改完怎么？双多兰，他们特别喜欢出双多兰，我陪你，我也来双多兰。算了，没必要，我跟他整双多兰干啥呀？他跟我耗的人，我整两把长剑不挺好的吗？搞点出奇亚马特。走回家，
他出双多兰，我出三把长剑。狼人已经三个头了。这狼人。他可能这波要升六了，算了，让他升吧，差不多快升了，应该马上就升了。收完这波兵再跟他打。狼人被杀了，漂亮啊！狼人，这人一整老没了，挺喜欢跟我 farm 的。我们坚决不能跟他 farm 啊！我们必须得杀他。我们带点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人。他现在没有传送，我们必须得杀他。我必须得杀他一波，然后我们把他打皮死了。下波就是他死的时候。先抽了一下打骸骨，一上来平 A 接 Q R 转起来，套点盐 W 一手 A 挡住，接个 R 转起来，闪现 A 接 Q 接 E。不好意思，我的点盐就是为了杀你。希望狼人不要过来，求求你了。啊，狼人！哎呀，烦死了！真的，我就想吃两层塔皮，我吃一层绝对的亏，我跟你们说，吃一层肯定亏。这种兵线吃一层，第二层指定让小兵打，我们就亏160。太膈应了，这狼人。这样更亏，这样我不亏，队友亏。我有感觉到他可能要来，你知道吧？我好像错过了一点东西。我其实是有感觉他要来的。他少一层塔皮，我们多一层塔皮。这人怎么老没呢？一整的，你出提亚马特了吗？提亚马特还不出，推线磨叽死你。看看这里有没有眼儿，把它排了。没有，
走，找他去。太猥琐了，不好抓，算了，没必要。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敢放异？放异就算了，还敢往我脸上异？在他活之前，把异血塔拿了。继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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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指定得传下这波。剩下的看队友。漂亮啊！我还有个小饼干，把饼干吃了，把塔推了。好亏哦，我操！这寒冰来这么快呢？哎西吧！让寒冰捡了个人头，没事，让寒冰值点钱。他再少来，他再慢来一秒钟，我都跑了。不过我们这路已经推到二塔了，还可以啊。二塔远远比一个人头值钱。去上路把这峡谷收了，不要让他的峡谷有任何的作为，知道吧？不打了，好，这回可以打。狼人的血条一定不要相信，知道吧？他带吸血的，有异有吸血有攻速，你满血打他十滴血可能都打不过，所以先把他的异给他骗出来。一段 R 骗异，哎，打不成技能打 R。好，潘森的人头可以接受，不行啊，不能再推了，别送了啊，别送了，别送了，来人来的有点快。接波送了，接波送了。把这打了，把峡谷打了，这样我们就能上高地了。哦，奶奶不奶奶，嗯哼哼哼哼哼，奶奶不奶奶。有没有跳弹？这不狼人搁这儿呢，没搁这儿啊，没搁这儿，我们把他打了。其实现在破高地吧，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你知道吗？
投降了，投的有点快呀、啊。